各位乡亲，大家好！这段日子以来，我行遍台湾每一个城市，土地上有百工百业的专业热情，都市上有每一个世代认真打拼，也阁有每一位淳朴、诚恳、善良的人民。甲你我同款，为着台湾的幸福甲未来，流汗奋斗，勇敢承担。民主这条路上，有时有风，也有雨；有时闹闹热热，有时嘛会孤单行行。但是同款的是，各过几天，咱的内心拢有一个上界大的愿望，就是为着咱的家乡再尽一份自己的力量。我相信，台湾面对复杂国际局势，就算中国不断打压，国际对咱的支持嘛会愈来愈明确。感谢全国人民团结打拼，在蔡英文总统领导之下，让台湾会当发挥经济、社会、民主、国防四大韧性，为咱的下一代共同打造更加好的国家，让国际社会有一个更加好的台湾。这一边，国际社会嘛在关心台湾的选举。咱要用选票甲国际社会讲，台湾守护民主的坚定态度。这一次选举，也阁有一张十八岁公民权的选票，是要予民法、刑法、宪法同一个标准的重要投票，嘛是台湾历史上第一遍宪法修正复决。肯定少年人，支持少年人，就是爱予因会当投票。参与国家的未来，我是赖清德，诚恳向敬爱的乡亲士大拜托，心头爱抓好定，为民主团结，为民主站出来，做蔡英文总统的后盾。11月26日，为了疼惜咱美丽家乡，请你一定爱出来投票。11月26日，为了要用民主甲世界做朋友，请恁一定爱出来投票。11月26日，为了支持少年人，请恁一定爱出来投票。11月26日，为台湾挺身而出，守护家乡，守护民主，请恁全力催票、购票、扣票，支持民主进步党提名的优秀候选人。一票顾家乡，一票拼未来，让咱勇敢大步向前行。拜托大家。多谢大家。